我们刚好去年国小，通常胶带背包的那个，我们刚刚去的那个是他的国小的。哦，对，胶带背包的手上，脚本上好像不是。是吗？那一间是什么？盐湾嘛，你是念盐湾国小？不是，丰隆。丰隆。哦，丰隆。我们去丰隆。可是现在改变太大。真的吗？才没几年。这个好像很久之前就改变了。那我那个就不改。但操场没有变。那那个操场刚刚刚刚一大堆小朋友在踢足球。对。篮球场。有吗？那就是我练球。有篮球。有从这里去跟着。以前很黑，因为都在太阳底下练球。练篮球。对。对，从那边，然后那个右拐的话，从那边。